他是不是谈恋爱了？有可能。他居然早恋了。吴桐他俩恋爱了？他这抱着手机玩了一天了，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的，肯定是谈恋爱了。他好像是在和别人聊天吧？你看啊，那他可能是在玩虚拟朋友。啊？虚拟朋友？那你看。 就是这款游戏，虚拟朋友，你呢可以先从设置里选择你要的条件，比如说性格呀、性别什么的，啊，系统呢就会跟你进行配对，跟你聊天。我可是下了好大决心才接到的。嘿，谭耀耀，你居然是这种口味啊！我都已经说了，我不玩了。我估计，吴桐他也玩这个。 散会，我有事我先走。哎，我还没同意呢。吴桐竟然谈恋爱了！